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伊登的潜能解放《神木之卷：永祭之伊登》。非常烂的一个关卡。为什么我讲说烂？因为我刚刚已经打了这场打第四次了，第三场在打的时候居然还宕机。至于为什么宕机不晓得，还有体力被吃掉了。至于要不要找官方投诉一下，就 我再考虑看看啊。这实在是不会讲哦。然后第一场是比较好笑，第一场做一息天降九息，做一息天降九息，你们没有听错哦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哦，就是 YouTube 我会 po 影片嘛，就是哦，如果按赞达到目标值100个以上的话，我就 po 那个哦做一息掉九息的影片给大家参考看看，因为最近大家都流行按赞嘛，YouTube 也可以按赞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啦，只是纯粹一个小抱怨啦，关卡做到会宕机，然后工位系统也是怎么讲，因为有那种虽然说它有那个前一日的捐献值的这个功能没有错。可是为什么没有累积呢？这样造成会长都还要每天都要去做笔记，这样不是蛮奇怪的？你系统就可以做的东西，还要人为去做手动计算，这个我是觉得蛮纳闷的。这次设计是怎么个一回事啊？好，可以看到我左下角在就是除我的猪了。出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接下来就是开始消猪，反正一灯的话就是一直消就对了。这个如果你刚没有做那个，可能就天降了。尽量把它切开就对了，有没有？还是给你天降，而且一次就把你消掉五颗，非常漂亮的五颗。你这边弄得再久，它就一次给你弄掉。一灯已经好了，所以现在是可以击杀他们，没有错。可是我的柱子还是都需要保留，所以我要用右边剩下来的柱去攻击。每次看到那个洞，我都觉得它会天降的。没用的猪，我们把它滤掉。死了，一直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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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有用的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虽然说台面上很多光珠啊，只是要把 combo 做开了，还不是那么简单的哈。因为我新珠还想保留啊，靠，没做到，哼。
哦，好了，算天降好了。问题这回合就没了。我目标是把杂猪尽量消掉。靠，我星珠消太多了，有点危险，我卡星，他一定都这样玩。我打了太多场了，他一定给你掉，一定天上掉下来绝对不是你要的星珠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卡星？有没有卡的非常明显？这我真的不是我在说系统的问题，这是很夸张啊！再卡一次我就要 GG 了。靠！今天在这边开机，好笑，真是好笑。好笑，真的。卡星也不要卡那么明显嘛，是不是？这样太夸张了，我觉得。剩三回合啦，应该毒龙是打不赢的。好笑嘞。OK， 我看天降体系，哎呦，看来他有点听到我的心声哦。罕见的给我掉那么多星，真的很罕见。我把握这一回合，我的家还有一回合。天降一下啦！哎呦喂呀，这一回合是怎样？这回合只能靠自己补，又不能靠你，因为这补血机已经用掉了。有没有天降？没有，再见了各位。又是卡星珠，摆明就是要让你吃石头过关的嘛。那就直接讲就好了，干嘛一直用这种关卡的？谢谢各位，拜拜。哦，刚刚那讯息不能按，不然好像就会 GG 了。要吃石头吗？刚才浪费30体力了，今天要浪费30，我还有最后30。要吃石头吗 ？CP 值来算，我觉得关卡不好过，我建议大家还是吃一下石头好了。我觉得还是吃一下石头，因为没有必要这样耗，他实在卡金卡得太严重了。不会吧？靠！我吃石头还不给我过？我刚27颗哈，我录下来了。我看一下跟官方寄信他们会怎么处理。哼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